给我炸。这个衣服怎么样？这衣服啊还行吧，现在的衣服还是带蓝字的，之前带特技的，之前高属性的衣服一般好的不好的就是300啊70的这种啊，不熔炼的话也就10000多啊，熔炼完以后320多的开始能卖上价。好了，来吧兄弟，511幻化，483体耐霜加幻化，笑里藏刀加魔力，好特技啊，但是也得幻化。555体魔霜加伤害不高不低也是一把幻化，496也是一把幻化，483幻化，256白板幻化，273啊，273体美霜加58，这个衣服的话能卖出啊1800以上吧，这衣服1800你们觉得稳不稳？熔炼随便熔炼个15点防御，对吧？啊，我觉得帮战能用啊，帮战能用。帽子白板，我觉得就算是一个1800块钱啊，1800卖不掉啊，啊还行吧，因为它没熔炼啊，敏捷还能熔炼一点，防御熔炼个10多点，1800块钱再乘以1250的比例，能卖上2.2亿，这种武器4000万，1.2亿，对不对？帽子的话4000万，衣服的话7000万啊，啊加0.4啊，加0.4加1.4啊。这把武器的话再加上一个0.4啊，成本的话是3.8亿，除了这个武器除了这个衣服，假设衣服能卖1800块钱的话啊，那它就是亏的不是很多啊。